小时只吃 7-Eleven 的食物。跟我脸都差不多大了。视频开始之前，大家记得点一下订阅哦。叮。嗨，咪咪们，早上好。我们到日本呢，已经快两个星期了。在两个星期内，我胖了2公斤。主要就是这边的东西真的是。啊，那些太好吃了吧 ，actually 就是太咸了，但是也是真的很还蛮好吃的啦。今天早上睡醒我就觉悟了一件事情，既然胖了，就胖到底。这里真的是遍地美食，不只是各式各样的餐厅啊，还有他们的 7-Eleven， 他们 7-Eleven 的食物都很好吃，而且种类都非常多。所以呢，刚好呢，今天碰到周日，就外面每一家餐厅排队的人都超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个24小时只吃 7-Eleven 的食物，看看在这个旅程结束之前，可不可以胖到3公斤。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很期待喝他们的咖啡，因为他们的咖啡真的很好喝，而且种类特别多。他们自己出的 cafe latte 就很好喝，但是我今天不要，我想要喝黑咖啡。食物种类真的超多的，就说鸡蛋就有好多不同种种类了。这个我最爱吃的茶木须，这个其实我已经买过了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它的量是很足的。你看，这个跟一个一碗豆花有什么差？这么大一个。这边呢就整排都卖寿司，虽然说我本身对寿司没有太大兴趣啦。他这边卖 strawberry， 但旁边放 condensed milk， this is so perfect together。每个地方都有的 sandwich， 但是哦，他们的 sandwich 很特别，你看，草莓 sandwich。我过去几天哦，一直在吃这个。smoke 超好吃的，哇，这个看起来超好吃的样子哎。来到了。Tiffany 最爱的甜品区，马卡龙啊，2块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超好吃。他们的那个甜品啊，每一个都超好吃。我这边呢，我很少看到有人买快手面，可能因为他们这边有很多其他更好吃的东西。哎，你看 ，whisky 可乐哎，而且这个才卖2块钱这样。哎，你要不要？你是酒鬼来的，你可以拿。吃饭之前，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旅游，但是不管我们人在哪里，我们都可以轻松的进行投资。在利率非常竞争的情况下，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外汇投资，获取一些利润。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交易平台，要怎么去选择一个可靠的交易平台呢？我们选择用 AutoFX，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可信赖的交易平台，客户的资金始终都是安全的存入他们的账户中。你可以在它的 App 上投资金融市场，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。而且相比其他平台， AutoFX 的提款过程非常快速，他们甚至荣获最快提款的经纪商奖。在入境时， AutoFX 只需1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就可通过 Visa 完成入款。如果需要更多时间，你还可以申请100%的存款奖金。他们保障你的个人信息跟支付安全的同时，也处处为客户着想，除了全天24小时客服支持，他们的网站还提供大量的免费视频跟学习资料。如果你需要一个安全、简单、透明的投资平台，一定要尝试 AutoFX。你可以点击 description box 里面的链接，或者扫这个二维码进行下载。另外，使用我们的 promo code， 它可以让你的存款翻倍。比如说，你存入100美金，就可以获得200美金来用于交易。赶紧下载吧！这个没有到那种惊艳我的那个样子。OK，Not bad。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比较好吃。我最爱的草莓，还有这个炼乳。Very good。
Of course. 马卡龙。他们请你真是。跟我脸都差不多大了。嗯，这还不错。嗯 ，juicy 哦。嗯。OK， 我们现在在王陀博瑞这个区域，然后在这边逛逛走走，很吵。肚子不是很饿，但是嘴巴有点馋，想要吃一点小小的东西，所以现在就快点去找一下我们的便利商店。有点被这个边的气氛影响到。这个时间要喝咖啡吗？会有点不三不四哦。Oh, should we get this 珍珠奶茶耶？哇、wow. ，就是这个了。Butterscotch ice， 它很轻而已，应该里面只有两三个。哎、hey. ，look at this， 这个就是那个 Maggie 的米饼干。吃这个 Butterscotch ice， 这个。他们这边有这种一袋包含的维他命这样子。OK， 来这个。Not bad， 它的 milk 的味道很重。这大冷天哦，我们在这边喝这个。珍珠哦，比较像 conjunct jelly。它的茶味道不重啊。Not too bad as like a convenience store 的。这个我抢到了最后一个。好的，好吃 right？ 这个我前几天刚刚吃过，蛋糕很松软，然后那个 cream 也很香。哦，它是这样小小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吃，然后服务员是给我这个。我牙齿很痛。哇，好吃啊，这个好吃哎！给妹妹来补充营养。整个都是 jelly 来的，那呗，一个很 familiar 的 jelly 的口味。I saw Donny drinks 啊，然后再加橙，那呗那呗。OK， 我们现在边走边逛。OK， 我们呢就是现在到了吃晚餐的时间，我们现在要去换一家便利店，就不去71了。我们现在要去他们这边超级无敌多的 Lawson， 随处可见，是在我们的住处1公里以内啊，竟然有超过20间。所以我们现在去这个比较大的一个 Lawson 去找一下我们的晚餐。有这个联名商品，多超多小零食，哇！连这边他们 notebook 都有卖。韩国的化妆品牌，我觉得 Lawson 就是卖比较多种类的东西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这边有热咖啡，这个天气把这个握在手中超舒服。我觉得很酷的一点哈，在日本他们都会卖这种小小罐的辅助品，他们非常注重养生，然后也是一样，冰淇淋天堂。我们喜欢的那个还是没有嘞。给你们看照片，可是每次都买完都抢不到。给你们看一下他们这边的酒，超级无敌多选择，重点是他们的价格也是超级便宜。我对酒没有什么研究，但是我听酒鬼说算是很便宜的，都是1-2块钱耶，在新加坡至少4-5块。他们这边很多三得利，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好喝，叫三得利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 ，chocolate cake， 哇，这个提拉米苏。现在有个很纠结的东西，我想要这个 ，Tiffany 想要这个，怎么解决？Best out of three，OK。这个好吗？这个好吗 ？Yeah。OK， taking this， 来一个蟹肉棒。冷冻区来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耶！哇 ，OK，
我们到家了，酸辣面。这个呢，它上面写需要摇一摇。What a lousy transition！ 哇！哇，好吃，我觉得 OK。可能因为我喜欢辣辣的，它是很日式的酸辣、它是日式这样的。起司炸鸡，日本人就是贴心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牙签。哇，好香！它是那种液态的起司，不是有一些起司它们呢放久了它就会硬掉，这个就是 perfect texture。嗯，这个辣炸鸡，这个我几乎就是每几天都会买一次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好吃在哪里，就是它非常的 juicy， 你看得到它的汁在里面，它跟麦当劳美食的味道差不多。嗯，真的好好吃，我最喜欢这个。而且哈，便利商店的鸡通常都没有那么 juicy 的嘞。蟹肉棒，哇，嗯，老板，嗯，老板，它还有个 filling 啊，看，好像是。OK， 来，我是真的不懂什么，我不要乱讲。老板啊，什么老板？这个比这个浓的蟹肉棒应该好吃吧？姐姐，你天天吃这种哦 ？You're lacking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。蔬菜，对，这个就送给你啦。OK， 好，我听你说。一日份椰菜，姜。OK， what？ OK 啦，那个 after taste 有一点点。我以为它会就是很难喝，它只是有一点难喝而已。它的番茄味真的很重，我真的很不喜欢吃 tomato。OK， 吃饱了，吃甜品，吃蛋糕，巧克力蛋糕，我赢回来了。这个巧克力的卖相很可以，跟它的照片还蛮像的。嗯，他们的 dessert is on point。哇，这个酱好吃，它比较像个 chocolate mousse 这样。赞！去上车24小时台吃台湾便利商店的视频，做过最满意的挑战。大家来日本呢，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便利商店，特别是他们的甜点，真的是每一个都巨好吃。OK， 所以喜欢这支视频的话，记得点个赞、转发，还有订阅我们。把小铃铛打开，所以我们发视频的时候，你就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还有关注我们 Instagram。谢谢爱迷你们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After 这个，我们回去就是要做减肥挑战。